接下来走上我们红毯的是陈志鹏，欢迎陈志鹏，欢迎。哇，这里定点拍照，欢迎志鹏哥。欢迎我们三位非常帅气以及正能的少年 TFBOYS， 请在中间合影留念。欢迎三位。各位，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可以见得到 TFBOYS 三个非常具有正能量的少年，给我们带来多少正能量的故事和事情。同时除此以外，我们也能见得到三位我们的年轻偶像，在社会上不遗余力地做出他们卓越的慈善以及公益的事件。而且除此以外，我们也能见到我们三位非常帅气的少年，在不同的一线时尚杂志的大片拍摄以及封面当中有多少风采云涌的瞬间，让我们也看得到三个少年身上的无限潜力和无限可能。我们共同期待2018放肆一下更多的精彩，我们三位少年带给大家更多的正能以及更多的精神。OK， 好，我们三位少年的照相呢，刚刚几位老师已经拍摄完毕了，在这要感谢三位的到来。有一个问题要问我们三位非常正能的少年哈，最近发了新的唱片《我们的时光》，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几句好不好？我们的时光是一个非常好听的专辑，然后也是同名的主打歌，然后希望大家能感受到特别快乐的感情。对，我们的时光这张专辑呢，就是想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时光，然后享受生活，特别是像特别青春的时候，就是童年这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对，我们的时光这首专辑收录了10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静静的聆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谢谢三个正能少年，希望待会儿你们玩得开心，谢谢你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谢谢三位，谢谢。接下来走上我